请问马先生对于出国留学这件事怎么看？出国留学，嗯、呃，是你开眼界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啊！嗯、就不管你到哪儿留学，我我想我对这个各国了解的也都是皮毛，你能够。 对一个国家深刻的了解，我觉得你不生活几年是很难的。所以，我们面临的文化，欧美是一个文化吧？嗯、呃，这个欧洲和美国还有很多区分。嗯、你比如英国人死看不上美国人，别看美国人是他当年他培育出来的，他觉得美国人很土。那么，同样在欧洲，法国人和英国人之间，跟意大利人之间，他、嗯、都有很多差异。嗯 那么我们的邻国像朝鲜呐，嗯、这个韩国，包括还有日本等等，嗯、还有东南亚这些国家，那都跟我们都有文化上的很多差异。我们人类这几千年啊，至少这个，我们假设从埃及人盖茨塔开始到现在，他、嗯、所有的文化之间都形成了那个非常强烈的地域文化。每个地域文化都包含了它的所有的这个文化的一个内容。那我们有机会出去留学呢？ 打开眼界是非常必要的。啊、呃，根据每个人的实力啊，因为有地方贵，有的地方便宜，还根据每个人的爱好，啊，你可以有机会出去走一走。我觉得每个人如果出去生活两年，加上学习，其实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经历。只不过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。 官复都督有无为证？呃，我们这一讲啊，讲讲茶壶，跟我们每个人喝茶都有关系啊。呃，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中国人有一把茶壶，走到哪里都是快乐的。”我年轻的时候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太多感受啊，等我到了这个岁数，我觉得这感受非常强烈。 实际上，中国人到哪儿呢，都愿意喝热水，喝热茶。尤其你出国到美国，给这么大一块牛排啊，一天又累又油腻，所以非常希望喝到热茶。喝茶呢，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喝茶就是拿一大茶缸子，直接在茶缸子里一沏，然后喝一天。今天讲究又重拾我们的茶壶，我们这一讲就讲壶。呃。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喝茶都比较注重盏，对吧？这盏，我们将来有机会给你讲讲这个盏啊。这个对壶呢，不是太讲究，经常就是一把壶打天下。那么实际上喝茶有很多讲究，这个茶呢，首先是跟壶发生关系，不是跟盏发生关系。那么好多年以前，我就想啊。 因为我这收藏的这个历史比较长啊，我自个儿各种壶也多了去了，也没统计过，几把壶、几百把壶总是有的。我就想，我们这个时代能不能做出一些好壶来？因为我这个看呢啊，就是经常转来转去，有时候想买把好壶，并不那么容易。我们经常看到的壶啊，都是中看不中用啊，这壶看着很好看，你用起来非常难用。 什么叫难用呢？就比如这出水不畅，比如呢断水不好。什么叫断水不好？这壶啊，应该是这水倒出来想停的时候，任意时候都可以停，不管是急停还是缓停，水都不应该顺着壶嘴儿回流。可不幸的是，我们大部分壶嘴儿都会回流。你看到餐厅去啊，尤其到广东地区那餐厅那壶那个。 壶嘴上头套一个塑料的套，拿剪子一剪，剪一个很尖的口，它就是防止回流。我们现在有很多茶道师啊，左手执金，右手执壶，不停地擦这壶。为什么他要擦呢？因为这个茶水老回流。过去啊，古人唐代的时候准备那茶巾啊，都是不是干这个的，他不是直接让你手里拿一块这个茶巾不停地擦拭这个壶。我曾经跟。 有的朋友聊天说起这事他回去问他师傅，他师傅说的好，他师傅说呢，拿这茶巾呢、啊、擦这茶壶是一种情趣。我先告诉你，古人没这情趣，因为他的壶好，不需要去擦拭，壶是干净的。呃，我有一个态度啊，就是这壶无论多么好看啊，材质采用多么高级的材料，只要它不能用，它一定不是好壶。好壶的第一标准呢，就一定是好用。 你看，我今天拿来了九把壶，九加一把，任何一把都好用。一会儿我会给你们演示啊，你们会觉得很神奇。它有那么神奇吗？它就神奇。呃，至少我有这个做壶的心愿，有个十年八年了吧。但付诸实施呢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首先，我要找到好的工艺师，能达到我内心的一个要求。因为我不是做一把壶。 我是要做一组壶，为什么要做一组壶呢？是因为每个壶的功能不一样，我们不能靠一把壶打天下呀，啊，过去我姥爷就是一把壶打天下，打我记事儿起到我姥爷离开我们啊，他都是一把壶，就从头到尾是一把壶。当然了，他也就喝一种茶，他就喝老北京的花茶。那么。 我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呢，首先要找设计师，对吧？我得跟设计师沟通。我就找了石大宇先生啊，石大宇先生是这个美籍华人啊，他是华人获德国红点奖最早的设计大师了。找他，跟他聊天聊得很，就是很高兴，很通透，两个人能说到一块儿去啊。过去说这个道不同不相为谋嘛，你得俩人能说到一块儿，你才能干这件事儿。 我当时呢就想，我要做几把壶呢？一下就想起中国的九宫格来了啊！我这个九宫格啊，就是一井字九个格，那我就做九把壶。这个架子是石大宇先生设计的。那么过去啊，这个有一个呃“九九消寒帖”。 这个《九九消寒图》呢，它是一个字帖，它上面写着“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，每个字都是九笔。我们从数九那天开始啊，从数九那一天开始，每天写一笔啊，“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。那么每天写这一笔呢，这这你听着容易吧？其实这特难，为什么呢？它不接气啊！你说这有什么不接气？不就第一天点个点儿停，第二天画一横，第三天写个数？ 第四天写个折，它没那么容易。你比如你找一个你最熟悉的歌，你每天就唱一句，第二天接着那句再唱一句，你试试，它特难。过去九九消寒图呢是每天写一笔，当把这九个字写完，这冬天就过去了，春天就来了，所以叫九九消寒图。那么我就用这个寓意，我也写一个啊，每个也写九个字嘛，九宫壶嘛，九宫格里啊填九个字，每个字九笔。 我就琢磨来琢磨去，就写下这样一句话，叫“杯敬茶香，后代优品客”。这字刻在这架子后面。那我当我们把这个字排列上去忽然发现啊，这字儿啊，从哪个角度啊都可以读起。从右侧起竖读“杯敬茶香，后代优品客”，这是它原本的状态。这个横着读啊，叫“杯香优敬后品茶待客”。 如果从左起呢，是幽香杯品后敬客待茶；如果从左侧竖读起呢，叫幽品客香后待杯敬茶。它全能读通。这为什么能读通呢？是因为中国字儿一个字儿就一个意思，只要你把这个意思能够，啊，能够堆在一起，它就可能能读通。这就是我们要做这个九宫壶啊的最初的初衷。 那么现在问题就出在这壶上，我怎么能够把这个壶都设计好？这壶有好多种啊。我们首先说，它有一种单柄直壶啊，我们唐代叫吉须，现在中国人没有。一看说这壶是不是日本壶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壶就是中国壶，唐代就有了，到宋代非常流行啊。这个在宋代的诗歌里都有表述，这种壶叫吉须。 日语中到今天也叫急需，就是你特别的需要。那么呢，再有呢就是直壶啊，你看直壶，直壶我们都知道得带把儿，这是直壶带把儿啊，得有直壶。然后还有什么呢？提梁壶，从上面开始提梁啊，提梁壶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敞流壶，一会儿我都给你看，就是我们的壶的基本形态，这九把里都囊括了。这里呢还有一把左手壶。 你知道啊？经过统计啊，生活中左手的人啊占九分之一，我们正好九百壶啊，所以有一把是左手壶，这叫人文关怀。我去这个日本的时候，日本有个井市场，这个井市场呢有一个地方叫有一个有刺店，很小的一个店啊。你们到了京都井市场一定要进有刺店看看，在里头买一件东西，他卖什么的吗？卖菜刀的。 这个店呢有四百多年历史啊，它是明相当于我们明朝嘉靖年间建立的，它就是卖菜刀，但你注意看，它是卖有左手刀。我们啊这左撇子切一辈子菜，他就没想过还有左手刀，我们就没有这种人文关怀。他这店里就有左手菜刀，所以对我就是一个提示，那我就在上面呢，就选择做了一把左手吉须。 你可能使的时候，你要用右,右手的人，你可能这这有点别扭啊。对，这不是为你做的，是为左撇子做的。那么这九把壶啊，这九把壶呢，材质不一，工艺不一啊。那我们要求工匠做的时候呢，有很多苛刻的要求，比如对它的密封啊，比如对它的出水的流畅。 比如对它的材质、造型等等一大堆要求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寻这工匠。我应该说还认识很多工匠，打听来打听去呢，人家都不接活儿，人都觉得您这活儿有点忒难啊。我们如果达不到要求，说这个面儿丢了还不算，朋友也丢了，所以干脆就不接这活儿不干。不干就不干，我找不着人，我在国内找不着人，怎么办呢？我就奔了台湾了。 因为台湾还有人啊，几十年来就干一个事儿啊，就是做这手工。当我们把所有的条件都摆在桌面上的时候呢，很多工艺师也有点心里打鼓，就觉得你这要求有点苛刻，万一我们做不成怎么办呢？这个说就不接这活了。那我一下就没了辙了。 没了辙呢，我就跟石大宇先生商量说，咱要不然咱就奔日本看看去。我们俩就奔了日本啊，去找啊。日本有很多师傅一辈子干这事儿，日本有很多制瓷制陶的大师，叫人间国宝啊。人间国宝有点相当于我们的工艺美术大师，就这一路子。我们到日本找到了以后，这些大师们跟他们聊啊，他们觉得这事儿是做壶的最基本的条件。你看。 这个态度就不一样，他认为你这个要求啊，你尽管要求，我一定要达到你的要求。我要达不到你的要求呢，那我就我就不收你钱嘛、啊。过去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，那现在他肯定是有这金刚钻，所以他们就把我们这活给接了。有多少个人呢？做这套壶呢？有四个工艺大师，四个人动手，一个人干不完。 我们想做多少呢？我当时想，这活我要做多少呀、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想了想，就主观的一想，这事儿咱就干一年啊，就做三百六十五套多一套我都不做。我们就以这个基数跟人家工匠师去谈啊，跟工匠谈。工匠说三百六十五套，说您这个得做十年。我一听，我十年不成，我这头发都白了，十年以后我头发都没了啊。说不行，咱能不能加快速度？ 啊，能不能一年把这做出来？那人日本人说这事儿肯定不行，就不探讨了。说你这个要让我们做，我们就慢慢悠着做啊，做十年。我说你这个中国人都是加班加点也把这事做出来，您这老拖着不成啊？最后左商量右商量，最后达成一个协议啊，就我们做三年啊，准备时间不算，从动手动手那天算起，做三年。现在做了几年了呢？ 估计把这事儿完了啊，没五年也差不多，得花这么长的时间。我们前面准备的时间不要算啊，就制作这个时间，他宁肯在工期上拖着你，他质量上不给你偷工减料啊，他不给你投机取巧，所以这事儿做了大约五年，我们现在基本能把这事儿做完啊。这些老师傅们。 这个工匠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，他一辈子就做壶，他啥啥事儿都不干，他就干这一个，他也没什么工作室，他所有的事儿都不假别人之手，就是自个儿，没有徒弟啊，呃，有的是有有这个儿子，这儿子呢不干，儿子要接班的时候您就甭干了啊，您不干了，这儿子才接上班，所以他都是一个人干活，人家这一个人干活是真是一个人干活，他的这把壶从。 这个做泥开始，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，一直到把它这把壶交给你啊，中间没有任何人能插手一下。比如啊，有一把壶啊，我们先来看看啊，这壶呢太神了，就是这把左手壶啊，这左手壶呢，你看啊，左手的左手继续。这把壶有一名字叫千日啊。 你知道啊，这里的壶的名字全是我起的，其实不是我生起的，是我从这个唐宋诗词中呢找来的。每一个壶的壶名都有出处啊，这里头有一本书上都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。这把壶啊，大汤，注意看，很大的汤啊，它是在这所有壶里应该是容量算最大的。它喝什么茶的呢？它是喝普洱的。它上面这种啊。 哩哩啦啦的这种幼点，这种东西呢，工艺叫藻挂。什么叫藻挂呀？就是海藻啊，海藻就是海草。这种藻挂呢，是这老爷子的一门独门绝技啊。他把壶烧好以后，啊，他去海边捡那个海草，捡了海草以后呢，他把它晾干，晾干以后呢，他把它捆在这个壶上。 拿棉线一点一点捆，捆完了跟一个鸟窝似的捆的，捆完了以后再烧一遍，然后这藻挂中就有这种釉点，就就吃在这上面了，每一个都不一样，每一个相当于指纹，所以收藏壶的我们这壶有编号啊，绝对不可能出现第二个。就换句话说，只要跟这证书上的不一样，它肯定是后做的啊。那么这种藻挂技术，我没有看到中国。 我起码我没有看到中国有瓷器去这么烧，那我当时就觉得他这太慢啊！说您这个，您这枣瓜壶不就点儿海草吗？您能不能拆一个人到海边捡点儿，然后您能不能晾干了绑壶的时候让别人绑？您那么大岁数啊，您这个又自个儿亲自动手，手脚又又慢啊，能不能把这个事儿让别人做？老先生绝对不干。 这壶是我做的，我一人对他负责。就所有的事儿，我一定不经过别人之手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精神洁癖啊！我们就缺乏点精神洁癖。我们这事儿肯定是徒弟，哎，海边给我弄点去，来一个人帮着捆捆啊，最后搁炉子里一烧，我做的，这我做的就不纯粹。你看人家做的就特纯粹。 呃，这把壶啊，容量在这里呢是最大的，它是喝普洱的。为什么它是喝普洱的呢？这个普洱不怕泡啊，量大点一次喝不完，慢慢倒再兑水都不怕，所以它量一定要大。它上面这层藻挂呀，大部分人不太容易接受啊，这甩的乱七八糟的，好像感觉，其实就是这藻挂最漂亮。这种藻挂呢，第一它是自然形成的，每个都跟人的指纹一样，它非常个性化。第二，你注意看这藻挂呢，颜色不一样。 就是它浅的地方是绿的，深的地方是黑的，然后这个釉呢很奇怪，它在高温下深入胎骨，直接就深入胎骨里面去了。你在这个、呃、强光下、阳光下，能看得清清楚楚。 这种藻挂的不规则性是它的美丽的所在。我们的美有很多种，一种是规律性的，就很多人能看懂，比如打一格子、方格子啊，打的齐齐整整的，大家看，哎呦，这个很美啊，这个格子很有节奏感呢、啊。像这类没有节奏感，它的随意是它美的一种表达。美的表达有多种多样，我们不强求所有的表达是一种类型的。在九宫湖上呢，这种美的表达是多种多样的。 啊，这是左手壶啊，我们这个九把壶里的唯一的一把左手壶。这把壶叫千日啊，千日这个来自于宋词啊，宋词有一个叫毛庞啊，庞婆的庞啊，毛庞，他有一个《蝶恋花》，它里头就说呢，七盏能醒千日卧啊，七盏啊能醒千日卧。 所以我们我当时想“千日”这俩字儿不错，而且这字儿呢有点古意啊。有人跟我说，你听着这名字就像日本名字。我说不是，这是咱中国人起的。对，这是咱中国人的诗词啊。我就摘出俩字儿，毛旁的《蝶恋花》这这首词就叫“送茶”。我这里的名字啊，除除一首啊，剩下的八首全都跟茶直接发生关系。那么我们再说一个啊。 再说第一把壶，望岩啊，我们再说这把红色的望岩啊，这种朱泥壶我们现在好像很时髦嘛？你觉得这有什么呀？这没什么大不了，这不是满街都是吗？哎，它就跟满街那都不一样啊！我告诉你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这是朱泥的啊，这是最接近于我们的壶的那种状态的啊，朱泥小壶，它身上啊麻答答啊麻哒哒啊，麻麻哒哒，这个朱泥小壶呢。 它叫望言，这个名字出自唐代诗人钱起的诗啊。这个他这个诗也是茶宴啊，叫茶宴。呃，与赵举茶宴啊。他开篇就说：“足下望言对紫茶，对吧？对紫茶。那这茶喝什么茶的呢？这茶壶呢？这茶壶呢是喝乌龙茶的、嗯，乌龙茶的。这个壶。” 也有一个邪门的事儿啊，就是我们看不见的事儿，我得跟你说。我不说吧，你说这不就是一壶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先告诉你，大不了是这事儿。就这壶啊，全都成型以后啊，这工匠拿一小锤，捧着这壶，跟念经似的啊，锤它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锤好几千下，怎么锤？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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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锤。 这个泥软的时候不能锤，泥硬了也不能锤，就是在那半软不硬的时候，就可把它锤出来。所以它上面呢，有一种肌理，嗯，有一种肌理。那你说这锤我也能锤啊，大不了，但是你没那耐心。你想想，这把壶要做三百六十五把，他永远是他自己锤，他也没徒弟。 他也没工作室啊，他也不让别人锤，他就自个儿吹。他耐着性子，每天他觉得锤这一把壶啊，他不是每天锤一把啊，他每天锤一把，他一年就能交给我。他五年来，他锤了三百多把壶，就这么锤。呃，每一把都跟第一把似的那种去锤法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他锤的这个过程是一个过程啊，但他锤子有意思。他这锤子啊是纯金的。 黄金的，他认为用其他金属锤出来的，那就不对了。啊，你就说，哎呦，这事儿是不是矫情？我拿铜锤怎么了？我拿铜锤锤出来你也看不见啊，是看不见。心理的事儿，你知道，人之所以伟大，是伟大在心里，伟大在暗处。看见的东西都不伟大，明白了吧？所以，我们如果内心有一个追求，一定是内心的这个追求不能让人看见。 所以这把壶叫望岩啊，喝乌龙茶的。你看这九把壶，如果我把每一把壶都跟你说了，这挺啰嗦的，我也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听啊。所以我们再捡一个说啊，捡一个你爱听的说，就是你不知道你不懂的。你看这壶啊，这壶呢叫韩语啊，韩语不是那电影演员张涵予啊。 韩语就是，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这首诗熟吧？王昌龄的啊，《芙蓉楼送辛渐》。这是这九把壶里唯一这诗歌跟茶没有直接关系的。我为什么要把这首诗这个引进呢？为什么这把壶又叫寒雨呢？ 是因为这是喝冰茶的，你们听着这事儿神了吧？你喝茶全是烧开了水吧？这就是喝冰茶。你说哪儿来的冰茶、啊？你知道台湾有一种饮料叫冰红茶吧？冰茶吧？那是受这个启发。古人是这样喝冰茶我们先看看啊，这盖儿打开，看这篦子没有？这篦子非常密集。 把最嫩的茶叶，什么叫最嫩的茶叶呢？每年春天来的时候啊，比如第一波的龙井，第一波的白茶啊，第一波的碧螺春都可以，只要是最嫩的茶，底下铺一点儿，然后把冰块拿来，啊，冰块拿来，码齐了，把这盖儿盖上去，这冰块得这么多，看见没有？得鼓起一块来。 然后你就看着它一点一点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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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盖盐。盖盐以后呢，等它彻底化完了，搁几个小时，你把它倒出来喝啊。我保你没喝过啊，你喝上说感受一定是尖叫啊。这是韩语啊。这个茶壶在这九把壶里。 废品率最高，它的成活率是九分之一，9, 烧一百把壶，只能成功十一把，难度极大，啊，这个壶形极为神奇啊。那我们再看这禅经啊，禅经，这把壶有意思，壶身呐跟这个跟壶盖不一样。 壶身呢是糙的麻的，壶盖是光洁的，它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。呃，这是一把直壶啊，这把壶呢，它也有窑变现象，我们能看到上面是黑的，底下呢是这个棕色的，它有这种边际线，这种边际线有点像云山雾罩的感觉啊。这把壶是泡黑茶的。 黑茶呢，其实是也是高发酵的一种茶。这壶啊，是这个名出自于唐的唐代一个和尚叫皎然啊，这个皎然和尚，他写的一首诗呢，其中有一句叫“稍雨禅经尽，辽江睡往奢”，我就取名叫禅经啊，有点这个有点禅意。这壶啊，我们先说它器型啊，第一饱满。 饱满、圆润，跟圆珠一样，它壶身的这种糙面和盖儿上的这种光洁的面儿呢，形成强烈的对比，这是它美的一个存在。它这种存在是一定靠对比的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如果它身子和盖儿是采用都是光洁的，或者身子和盖儿都采用是这种糙面的、麻面的，它的对比就没这么强烈。而在这种强烈中呢？ 它留有这种晕啊，这种晕散，这种晕散呢，自然界中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晕散啊，就是你到山区去啊，早上起来，尤其南方啊，这种雾霭，这种飘动的感觉，这壶就这种感觉。这壶呢，握在手里的大小特合适啊，这个倒茶的时候非常的舒适啊，非常舒适。 再看，嗯，云鱼啊，云鱼，这是把提梁壶啊。这把提梁壶可能很受欢迎，所以淘宝上有假的啊。我看见过有假的，假的还卖五六千呢，好贵啊！啊，它的把儿是金属的，这个金属把儿是靠人工锤叠出来的啊，就是就是手工一点一点一点点锤出来的。锤完了呢，它就要这种糙劲儿。 粗糙是一种美啊，细致是一种美，粗糙是另一种美，尤其在我们今天细致的生活中，这种粗糙美特别难得。我们生活的由于工业化的出现啊，我们的使用的这种器具器皿呢，都变得非常精致，所以偶尔有一种粗糙感的这种壶柄，你攥在手里心里是踏实的。你看它这个壶盖啊，壶盖上全是皲裂啊，全是皲裂纹。 它跟这个提梁的这种粗糙感呢是相相得益彰的。这把壶呢是泡花茶的啊，花茶这茶呀有点问题啊。这个南方人都不喝，南方人认为北方人喝这个花茶是一土鳖啊，说你这个茶你搁什么异味儿，喝的就是茶，你里头搁花儿还搁茉莉花，多土一事儿啊。 我告诉你啊，这在北京一点都不土。它为什么不土呢？是因为过去北京的水太烂了，北京的水碱性十足啊。北京过去那壶烧完开水，那壶里全是湖碱，所以它必须用这种花香去遮这种水的这种苦涩，所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种茉莉花茶。 北京的茉莉花茶有非常昂贵的啊，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好最贵的茉莉花茶几十块钱一斤啊，你今天听着几十块钱算。